看到了天地告急，灾难偏多。美国呢，密西西可大水成灾啊，又看到了大陆呢，好多的地方啊都是干旱。台湾的连饮用水啊也开始在担心哦，这就是水大不调。好，又加上啊墨西哥啊也地震，这真是天地告急，四大不调啊！我们真的要用最虔诚的心来祈祷，祈祷四大调和天下呢，消灭灾难啊！必定要先心调和，才能呢四大顺。心啊，天天都在谈心。的确，人心要调，就是那样的习气啊，很难控制啊，这就是困难之处。所以我们要发心立愿啊，要破一次诸迷暗啊，我们的心啊，人人都是有那一份亮丽光明的本性，偏偏呢就是被无明遮盖住了。所以我们不只是忏悔，还要发心立愿，愿破一次诸迷暗啊，多闻正法，行众善哦。你光听没有做，还是呢不知不觉。你听了以后呢，亲身走入了苦难人的境界，才会铭记于心。还要愿则功高骄慢长，这个。咱人都是很空过哦，那比人家知一点点啊，了解一点点的道理，就好像自己很了不起啦，只是比别人呢多一点点的才华，就已经呢哇鼻子就高的呢会去撞到人。那总而言之呢，我们要时时刻刻都要把自己的身心啊要缩小，要懂得如何呢尊重别人啊，要对自己呢要谦卑啊，这才是真功夫耶，这才是呢真的学佛者啊，行菩萨道。我们还要呢发愿贪嗔痴慢疑，把它拔除掉。所以我们要从信相信正法，我们要坚信因果不欺人呐、啊！请大家，我们要就顾好道心，好、哦，我们道心要坚定呐、啊，要无私付出，付出无所求，这叫做智慧。这叫做戒定慧啊，无漏的智慧哈、哦，还要感恩，还要尊重。一位我曾经照顾过的病患，因为他让我的行医之路增长了许多的智慧。才刚送进加护病房，就护士很着急跑来说休克了。坦白说哈、哦，那个时候真的完全没办法应变。我第一个念头是觉得愤怒，啊、哦，那甚至觉得。不信任这个医师，所以第一个念头，而且我就想也没有想，就脱口而出说，是他害死了我妈妈。啊，当初家属啊指着你的鼻子骂你的时候啊，那时候你心里的感觉怎么样？其实真的是蛮错愕的。嗯，你知道以前我们上人说，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啊。嗯。可是这一件事情感觉上好像对的事情做好像不太对。问题是。你知道我们慈济的
宗门讲说我们要一百千劫守之不动，我还是要继续这样子秉持秉持我这种善念，因为我们本来都是要发菩提心，要去给病人最好的治疗。但是就算是他当初这样子，哎，这样的指责，但是呢，我因为我可以在那个错愕的当下，我还是坚持我应该做的。结果，哎，后来我收到花的时候，真的是非常的感人，因为他证实了说当初上人讲的事情其实是对的。我们必须那种就会让我得到一个智慧啊，这个法门因为这样子让我的经历，我觉得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感人。如果要不是他，我谢谢我目前行医之路也不会说越走越觉得越清安。所以呢，这种的佛心啊，依者佛心啊，大慈无悔，大悲无怨呐、啊，大喜无忧啊，大舍无求。他已经呢有这四无量心，在从事呢这一个行医的工作，不管环境是怎么样，还是呢所至不动，一百千劫哈、哦，他真的是做到哦哈、哦。那做到了以后呢，把这样的病人的家属呢感恩哦。那医病之间呢，如同一家人一样啊，哈，变成了好朋友啦。这真的就是无量法门悉现在前。只要你守好你的志，你对的事做对了，那一种的景象呈现出来呢，就是对，那就是通啊。所以得大智慧，通达诸法。更增加他的智慧，我们的医疗事业体的大医王们不都是这样吗？医人医病更医心哦，而且呢尊重生命，守护健康，同时呢医者的心就是佛心啊，那存大爱哦，病者存心啊，要感恩情，这两者之间有了大爱，有感恩之情。那从事医疗的虽然是很辛苦，但是呢更甘愿。那所以呢，看到了抢救心肌梗塞的团队了哈，在台北的慈院已经6周年了。在这个6年中呢，啊，抢救了心肌梗塞的呢。超过了12000多例哦，那其实呢，这个团队哈，为了救人呐、啊，不顾己身呐、啊。你看他的手呢，也已经有一种呢，叫做手腕隧道症候群。张医师还是呢，用感恩心。感恩救星团队，大家呢合作无间，和和互协啦。那这个团队啊，真的很令人感动。这那不是真好气啦，那就是每一个人都很勤劳哈，他人人都都是很尖端。那彼此之间假如不和气啦，你尖我嘛尖哈，那怎么办呢？人呐、啊。天下事不是一个人做，要大家一起来做啊！互相要懂得感恩，境界才会美哦。那也看到了张副总，他呢自己身体呀、啊、也是很不好，他有一种呢叫做血小板低下紫斑症。每发一次病，就是要有20个人的血在我身上一直重复给我。就这些血也得来不易，所以说治好我的病，我那时候说，我的病如果治好，我一定要去帮助人，我要别人给我的回馈给我，我要再回馈给别人。所以呢，恢复了他还是投入了医疗工作，那用爱呢陪伴呐、啊，那还要辅导人人呢，不只是身体健康，还要花心啊。建立起了慧命的方向，那要启发人人的爱心，从微小的爱心呢走入了呢大
菩提道哈，这都是他要回馈这个大众哈，这种是用爱呢去付出啦，真的非常的感恩，事情都很多。前院的人呐、啊，像总务呢也是一样啊，他也要呢如何呢环保。如何为医院呢节省点滴哈？那点点滴滴能用心啊，大家都能宣导啊，大家手上呢都能做到啦啊，节能减碳哈，这样的方向啊，整个医院呢都是一个典范。